好，那么台湾既然过去一连串的那几多哎，哦，啊，现在是美国台湾列岛，那么是根据什么样的因素一直存在下来？就在和平条约，包括后来的啊，这所谓的三个公报，哦，包括后来的一些啊，这个所谓的协议都不能超过旧金山和平条约，好，因为它是国际啊非常明显、非常有效的约束的啊一个条约，到目前都没有废止。一旦定了，它今晚它存在，所以台湾的国际地位要用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解释。好、哦，底下我要来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哦，和大家啊、哦，我们啊十一月五年在一位，我们有去美国去参加那个。啊，那个他们的总统选举啊，总选之夜，那事实上我们有一个跟有一个官员会谈，啊，那个会那个官员啊，基本上他算官员没有错啊，那么他代表美国啊，代表美国的一个人啊，因为他要求我们了、啊、哈、啊，不要公开他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公开。那他跟我们在谈的时候呢，我们的成员有人就触犯了。超过这个界限来跟他讲话，你知道他跟他讲，他跟他问他，他说台湾关系法有没有可能会掉？可以问吗？因为我是被占领者，但是叫我见面的人。那我们知道台湾关系法是他的位阶是什么？以在法律上的位阶是什么？是美国的国内法，还是什么？美国的国内法，那我们是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可不可以去干预他的国内法？没有办法，这个国际上有一个很现实，你得让他去干预人家的内政，那个是他们的国内法，是他们的内政，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错误，这个地方不可以问啊、哦，也顺便底下跟大家讲。所以就在和平条约，我们现在要谈台湾的国际地位，都是要以就在和平条约为主啊。OK， 我们现在就等到有一天美国总统说好，哎，我们把就在和平条约废除啊，那个就那就我们叫什么？叫解放，你知道吗？美国总统说好了，我来废除就在和平条约，要废除就在和平条约，刚总统会一个人说吗？要经过不会对，所以很麻烦，很麻烦啊、哦、啊。基本上，如果美国把旧金山和平条约废掉，如果没有配套措施，对台湾好不好？不好，因为台湾太弱了，台湾太弱了哈。OK， 好，好，那么谁才有资格讲拥有台湾？你一定要依照国际法啊、哦，才可以来讲你有没有资格拥有台湾哈、哦。第一个你要符合国际法、国际战争法啊、哦。当然，谁讲你要拥有台湾，一定要旧金山和平条约。哦、要符合旧金山和平条约、哦、然后呢现在有中国台湾当局说他拥有台湾主权，对不对？对不对？中国台湾当局当然不对，我看打电话参议的，这个不用问了，对哈、哦、DCD 呢可不可以拥有台湾？美国如果同意就可以了，但是美国同意还有一个人同意啊，对啊、哦，所以要不要经过法律程序？这个得自己家了哈、哦。所以不能一天到晚主张什么台湾独立、台湾独立，一种乱来了哈、哦 okay。好，那再接下来要跟他讲的、嗯，一点半，哦哦，等一下再上个钟哦，因为我们到啊，等下两点半休息一下哈、哦。来，我们现在影像国际啊，那因为这次我到美国去啊，你看，来，我们现在在国际的舞台上呢，已经看得到我们这个叫什么啊？台湾西部岸的哈、啊，这边是啊，好，那这个呢，我们在参加这个这一个啊 ，political， 这是一个啊政治中心哈、啊，那事实上这个是属于几乎是属于他们啊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政治中心，他们举办的，然后我们台湾民政府是。啊、这个所谓 sponsor 就是我们是赞助者、哦、赞助商是四个赞助商之一，一个是知道吗？美国银行，对不对、哦、这有够大的、哦、再来一个是什么、哦、这也够大，再一个是什么？
百事可乐啊，所以这么大，我们跟他怎么样站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有没有被国际开始注意到？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会，然后我们去参加，好，我去参加，进去那个安检，非常的严格啊，非常严格啊 ，OK。所以啊，台湾要跟国际啊开始接轨啊，开始接轨，那刚好碰上啊川普。啊，之前我讲蓝海风云，现在已经改变成川普风云了，真的是川普风云哦。但现在每天的新闻都很劲爆，那事实上我们都很关心，我们都很注意它的动向。但是你要知道，政治是怎么样，真真假假，保证你看不懂。他如果说我准备封锁台湾，真的是假的？他说我准备，那个都不是真的哈。所以他现在跟蔡英文通话，真的来讲的，保证不是真的，保证不是真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了，我们要从那边看，要怎么看？等一下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看哦。有一些蛛丝马迹，你哪边比这些国际，尤其我们各位是政务官，对不对？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上去切入来看，有很多的迹象是你盖也盖不掉啊。譬如说，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啊，今天我们的秘书长已经讲了日期，我现在不能讲，好，我们要去跟美国的官员正式会谈，正式会谈，然后人数有多少呢？他们所派的人数超过200个，是我们的 double 以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开始在准备这个阶段啊，那就是所谓川普风云时代，那川普当然我们寄望的了哈，我寄望是什么？因为他是生意人。这一次他所用的这些大臣，通通就是拢做企业做生意，他们有真正的管理管理经验。来，我请教各位啊，你是做经济农场那个有机农场哦，你今天如果你的政策不务实的话，有人帮我经营下去，你可以骗吗？你能够骗得很久吗？骗不了很久。生意人有个特质，你今天要把你的事业赚钱，你一定要实实在在去做。所以呢，我们寄望川普。他能够很实在的、很务实的来以美国真正的利益。过去台湾的模糊台湾地位模糊对美国有利。过去，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全球化，做全球资讯，以及我们台湾民众在这边站起来的同时，如果你再继续模糊，不见得对美国有利。而且哦，你看看哦，现在美国在全球，它很多地方都是模糊策略，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他现在开始很多地方吃亏了，所以川普才会说我要让美国再次强大，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等下再来探讨，谢谢各位。
道啊。然后我说基本上我都没有看到啊这个黄总统。然后我说没有看到黄总统，他就把我所说的黄总统归类为中国人。黄总统不一定中国人啊。然后他就把我归类成中国人，然后就在我门口说，意思说我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然后不是啊，我是黄总统。